活动讲一讲好了，不然这样真的太难讲了。这什么？这招可能会很痛哦。就我抽到炎龙，后续的。啊，怎么讲？只有一只。其实我有点懒得讲活动嘞，我想要先把一些角色讲一讲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把角色讲一讲好了。我会好好欣赏你，在火焰中重生，在火焰中起舞。等一下，可以上了，银龙没上去啊。啊，那我那时候被淘汰了。那个在哪里？其实我有点想先讲角色了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些跟你们讲活动、讲造型，我就好像觉得说不太重要。这怎么开不起来？等一下，啊！我的银龙忘记放上去。其实现在玩家都蛮高的呢。